这就是街舞舞，今晚开启作品战。据官方透露，作为队长的王一博又要开启专业点评了。当然，网友们对于王一博的颜值也是颇有微词，还有的人说王一博迟早会变成一个胖子。自陈情令走红之后的王一博并没有急于参加其他作品，而是沉下心来主动等待热度退去。今年的规划也是十分清晰，上半年拍电影，下半年专心综艺电视剧。每一次听王一博点评都是一种享受，发言切入点非常到位，是四季以来最强队长。从跳舞实力到舞台魅力，专业点评，队长领导力都是当之无愧的 top 一，是最适合这档节目的队长，没有之一。看得见的热爱舞蹈，队长大秀能量密度高，还有点可爱，也是最强现场的 reaction 博主。期待 in， 王一博向来都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，正因为如此，粉丝在一边欣赏他直率的同时，也一边在担心他的耿直会为有心人所不容。